用心经营，发心其实是一种暂时的美丽，不需要龙回击。爱情就像是一个神仙的精灵，不随便买东西，发心其实是一种加分的魅力，只需要勇气。什么价值，什么汤卷，它一掷就可以完全搞定。什么小卷，什么大卷，反正它按了就会自己卷。手残的我都可以，不管长短和粗细，发廊再也不常去，不怕谁都到天明。自动公主，帮给我，让老公更多爱你。